天水圍水月係長者中心，好多人好多人換卡玩卡，好多人換啲長者卡啊！陳伯，又嚟打的啊！你做开边副 deck 啊？长者卡，一张医疗卡换你两张长者卡，再加多张八通绿油卡。唔知道如果长者卡出一套波 game 都几正，发动轮椅。我睇长者玩都几好啊，训练佢哋嗰个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用咩做主题咧？搵地狱啊，真系要。不是要个目的是要都是打头啊，打头打头，你可以假牙你可以加好多东西上身的，你譬如加了轮椅，加了假牙，加了盐水盐水包，即是天下太平嘛，很多层发发动角色卡，孙女孙仔长者优惠，黐撚线，假牙都打甩佢嘅，打你副假牙。用轮椅，唔系用轮椅撞佢副假牙，唔系可以有攻击力喎，即系你轮椅一定高攻过假牙，系互相克制咯，可能假牙就克拐杖咁样。黐线，有得谂，即系嗰啲魔法卡啊，风湿，风湿系魔法伤害。仲可以攞一个天气系落雨嘅，用嚟强化嗰个风湿。如果对面出咗个天晴咧，你嘅风湿就冇效啦。其中一个道具可能系孙仔大学毕业证书咁样，有咩用啊？街边炫耀，唔同阵营咯，唔同长者中心嘅阵营。我是家福会一定有一个是叫天悦，天悦天悦一定要有天悦的天水围天悦，好似几好玩，轮椅速度加三，可以打唔到佢，走得劲快，长者杀，长者杀，好嘢喎，发动哇，已经大家都喺度 sell 桥啊。哦，电动轮椅是神器，劲屌！一谂长者杀你会支持啊嘛，系嘛？我哋睇下有冇机会。突然间想真系整一副系俾长者玩嘅，但系唔系长者杀，系可以有啲活动可以做，老礼啲嘅，系老礼啲嘅，老礼啲嘅，系长者救。我都想有假牙呢啲元素，系长者救救哦，调翻转个概念，我哋系要令到个角色生存，都嚟白头到老，长命百岁，因为佢天生就会好多疾病啊。有很多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我们要打走它，我们要正面一点，譬如我们出了副假牙就可以预防吃多些健康的蔬菜，是OK 的，即目的是要令对方救三行，要长命百岁，譬如达到很多目的的，即譬如衣食住行，我哋玩呢啲四方面都你越达标打得多，譬如你加咗个电动轮椅俾佢，咁佢行方面咧就会攞到好多分啦，系啦，如果你拆破坏咗佢嘅轮椅咧，佢就会减翻啲分啦，所以最后系计分嘅，睇你衣食住行加埋几多分嘅总分，咁呢个老人家就生活都好开心，好好玩啊，好似几好玩，好威益智啊！唉，好啦，再谂下啦，下次长者救，长者救。